大家好，我是 Yuki， 今天请来星级化妆师 Gary。咁咧，其實好多人咧都中意白嘅皮膚啦，但係咧近年咧都會興翻一啲古銅色嘅妝容喎。但係我點樣可以處理呢？其實咧就唔使特登去曬黑嘅，今日就學下點樣可以用化妝方法化到一個古銅色嘅效果。嗱，做完平時嘅濕粉之後咧，跟住就可以用一個古銅色嘅粉餅去定妝。性感的古銅妝梗係要襯貓眼線啦。最後襯翻咧裸色的唇膏就 OK 啦。